Hello， 大家好，今日 PMQ Live 咧就請到有種人嘅秀文咧帶咗去一啲花根植物同我哋做一個介紹嘅。Hello， 你好。咁我係嗰一間植物小店啦，觀塘有種人嘅負責人啦，我叫做秀文嘅。咁其實呢度你見到我哋而家眼下，我哋直鋪頭咧主要都係賣一啲來自南美洲啦，又或者係非洲嘅一啲花根植物。咁呢啲塊根植物咧，其實都係一啲比較容易打理嘅植物嘅。咁對於我呢啲曾經都叫做一個植物殺手嘅人嚟講咧，咁塊根植物就係一啲好適合一都市人去種植嘅一啲植物咯。咁你話至於點樣照顧嘅話咧，咁我哋陣間嚟緊呢半個鐘咧，都會同大家講下，簡單介紹一下唔同嘅品種啦，又或者係每一款咧，大概係點樣照顧。咁去到最尾，我哋陣間都會試下哦，喺鏡頭前面同大家去試下上盤。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啦，又或者往後是怎樣去照顧的。咁啊，秀文，我知道你前面那一盆是你第一盆種的花根植物，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咁其實呢一盆咧，就是在我兩年幾之前啦，咁係即係因緣際會啦。咁當時咧疫情比較嚴重，咁你知道大家香港人都冇得去旅行啦。咁我自己本身咧都好中意種嘢嘅。咁但係你話以前我可能是插花啊，種多肉植物啊，又或者是去種一些觀葉植物等等等等嗰啲，咁但係其實都真係種死好多嘢，因為嗰啲植物可能要用好多時間嚟到照顧。咁有一次咧，我就真係好不經意咁樣啦，見到呢棵咁得意，點解咁肥嘟嘟嘅植物呢？咁呢棵係咩嚟嘅咧？我就見到哇，其實又好過癮喎，佢個樣又好似一粒 melty kiss 咁樣啦，好似一粒朱古力咁樣。然之後上面有啲葉生出嚟，咁我就去問一問鋪頭個老闆啦，究竟佢係咩一回事呢？原來呢啲咧就係叫塊根植物。咁呢一棵咧係來自南非嘅銀葉穗布袋。咁銀葉穗布袋咧其實係咩嚟嘅咧？咁佢就係一個好傳統塊根植物嘅造型啦。佢咧係用緊佢自己嘅身體，即係用緊佢哋呢嚿叫塊根嘅東西嚟到儲水。因為佢哋本身咧係生長喺一啲比較乾旱啦、比較冇雨落嘅地方。咁於是者咧，佢哋為咗生存咧，佢哋就用佢哋嘅身體嚟去儲起一啲水分嘅。咁又 in case 可能個地方真係冇雨落喎，好乾旱，成個月都冇雨落喎，佢會唔會死咧？佢唔會死，因為佢會慢慢可以消耗翻佢自己身體入邊嘅養分。咁但係咧，與此同時佢都會生好多葉啦，亦都會有花。咁喺我角度我就覺得哇，這個都好吸引喎。咁所以咧嗰陣時就膽粗粗試下，我不如帶翻屋企睇下種下，會唔會好似平時咁樣好容易種死啊？又或者你話可能真係只係養到個零兩個月就要講拜拜啦咁樣。咁點知種下種下咧又 OK 喎，即係可能越種越靚啊，或者係啲葉都可能越生越高，越生越高，甚至可能喺我自己廚房種嘅時候，生到上去天花板喎，捐到出去抽氣線嗰啲位喎，咁我就覺得啊，其實塊根植物都幾啱我呢一種可能平時工作好忙啦，冇乜時間打理植物嘅人去種。咁慢慢咧，我就越種越多，越種越多啦。咁就開始試下唔同嘅品種啦，唔同嘅種類啦。然之後種多咗之後咧，先至喺好巧合嘅情況之下開咗而家呢間鋪頭仔咁樣嘅。咁我見到有好多唔同嘅形態嘅花根植物喎，係咪有啲即係都係同一個品種嚟㗎？即係同一個類科屬嘅嘢嚟㗎？其實今次帶嚟咧，咁我哋帶咗七個唔同嘅品種啦。咁但係基本上咧，佢哋都可以分咗做叫做棒槌樹類啦，又或者係大戟類嘅。咁呢幾個品種咧，都係叫做而家夏天生長嘅一啲品種啦，亦都係香港人又或者甚至日本啊、新加坡啊、台灣啊、澳門啊、內地啊，都會比較受歡迎啲嘅品種。咁包括咗邊幾樣咧？咁呢一棵咧就啱啱入坑嘅時候，我哋叫入坑啦，種嘅第一棵啦，就叫做銀葉穗布袋啦。咁但係除咗佢之外咧，仲有啲咩咧？咁第二個咧就係呢個比較受歡迎嘅，佢叫做象牙公。咁象牙公咧，佢本身就喺馬達加斯加原產嘅。咁其實見到佢個身形咧係好肥嘟嘟啦，然之後啲手好短啦。啊，點解佢連一塊葉都冇嘅咧？咁呢個咧其實就係佢冬天嘅時候嘅樣。咁至於點解呢一刻佢冇葉咧，就係因為其實佢啱啱喺馬達加斯加度嚟咗香港唔係好耐啫。咁所以咧佢未重新再生個新嘅葉同埋新嘅根出嚟。咁但我哋就可以睇到佢個形態大概係點樣啦。你見到咧，佢個肚底係好肥嘅。咁呢一個咧都係佢其中一個好大程度點解佢會係比較受歡迎嘅塊根品種嘅原因之一啦。佢用個肚仔嚟去儲水，然之後慢慢佢會生翻啲葉出嚟啦，亦都會有啲好靚嘅黃色花啦。咁你話即使象牙公其實都係其中一個品種啫，點解會咁多人去追捧啊？或者點解我買完一棵？仲會買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棵咁樣咧，即係甚至會有啲人係專係淨係儲象牙公咧，就係因為佢同一個品種，但係佢有好多種千變萬化嘅形態。
可能講緊有啲係個肚好肥，隻手好短；有啲係個肚好肥，然之後手係比較長嘅；有啲係大隻嘅；有啲係好迷你嘅；亦都有啲可能係雙頭啊、三頭啊、好大棵咁樣。咁如是者咧，有啲人會偏向一啲比較工整啲，好似呢棵咁樣，比較肥嘟嘟，但係啲手又好短嘅，覺得哦好似啲卡通人物咁樣喎。跟住有啲咧就會比較中意啲野生啲嘅 style， 咁所以咧呢一個咧係叫做比較受歡迎嘅品種。咁而呢個潮流咧都係真係由日本帶起嘅，咁所以就周圍嘅好多國家都好受歡迎啦。而家都我知道佢哋都價錢真係一啲都唔平嘅喎。相對一般的植物來說，我覺得塊根植物的價錢是偏向高一點的，但你說值不值得呢？對我來說就很值得，因為好像這棵象牙公那樣，你看到它好像很小棵而已，都只有 7cm 左右闊，為什麼可能都要千多二千元那麼貴的？因為原來這麼小棵的象牙公可能都說用了差不多8至10年的時間才有現在這麼大棵，咁你話千幾蚊，但我買咗人哋可能真係八至十年嘅時間，你話抵唔抵咧？咁除翻開，其實好似唔係好貴。咁當然最重要價值唔係最，即係價錢嚟講唔係最重要啦。最重要係你帶咗佢翻屋企之後，究竟你會有幾用心去照顧啦？又或者你係咪真係當佢一個生命咁樣看待，即係而唔係純粹一個擺設咁樣。咁呢個就係其中一個品種啦。跟住咁咧，象牙公係價錢相對貴啲嘅。咁但係其他品種好似前面呢幾棵咁樣咧。就是一些入價錢比較入門級啦，又或者是相宜少少嘅價錢，咁陣都可以陸續去介紹一下嘅。咁可能講下前面呢一個先啦。呢一個咧叫做惠比衰少啦。惠比衰少咧，佢同象牙公一樣，同樣地佢哋都係馬達加斯加過嚟嘅一啲植物嚟嘅。咁但係因為佢喺原產地嗰度咧，你見到佢好似一嚿薑，即係大部分人都會覺得喂，好似買咗嚿薑翻屋企咁樣喎。如果將佢擺咗喺廚房咁，阿媽可能真係切開佢嘅喎。咁我媽咪第一次見到嘅時候咧，佢真係話：點解種埋曬啲咁嘅嘢嘅？好似一嚿薑喎。哦，係啊，真係好似薑嘅。不過呢嚿薑好貴，你唔好切開佢。咁呢嚿薑咧幾百蚊啦。咁你預翻佢而家好似一塊葉都未有，真係成嚿薑咁樣喎。同樣地啦，都係因為佢啱啱先喺馬達加斯加嚟到香港啫。咁所以咧，佢呢啲位咧，全部一塊葉都未生到嘅。咁但係呢一個咧，都係啲人種植嘅樂趣之一啦。由零去到生葉，再慢慢生根，再慢慢開花啊，每年都可以繼續永續咁樣種落去咧。咁都係我哋種植嘅人嘅一種樂趣嚟嘅。咁呢一棵惠比衰少咧，就叫做因為佢喺原生地咧，係喺石頭隔離。咁佢為咗防止即係可能啲雀仔啄佢啊，又或者驚啲動物去咬佢哋啊。咁佢哋就會盡量模仿石頭嘅形態嚟到生長，咁如是者咧就會生到咁嘅樣啦。咁有啲咧係再大嚿啲嘅，咁好似呢嚿咁樣咧，都可能真係用咗十年八年先至有咁大嚿咯。咁至於你話前面嗰啲咧，咁喺我哋頭先直播開始之前咧，我哋啲同現場嘅同事咧都會對佢哋好有興趣嘅。咁有好幾款咧都係我哋而家夏天比較受歡迎嘅植物啦，就好似我哋之前即係可能喺鋪頭或者喺啲唔同商場嘅市集入邊咧，都會比較受歡迎嘅。咁可能講緊呢一個咧，就係轉頭都會可能會有朋友仔帶埋佢翻屋企噶啦。咁呢棵叫做火星人，咁呢棵叫火星人嘅係咩咧？咁如果係我哋嘅客人咧，都應該好熟悉呢個品種啦，因為我哋由舊年開張啦，賣到今時今日，佢都仲係一個好熱門嘅 item 嚟嘅。咁火星人咧係大戟科嘅植物啦，其實佢而家呢一棵咧係大概年齡兩年左右嘅幼苗嚟嘅啫。咁年齡兩年嚟講咧，其實對一棵塊根植物嚟講咧，佢都仲係好 BB 嘅東西。咁但係正正因為佢嘅生長速度好慢啦，然之後佢佔嘅地方唔多啦，好多人會選擇可能喺屋企嘅窗台啊，又或者喺 office 啊，甚至而你話真係可能一個小角落都已經可以種到佢，而佢需要嘅即係照料都唔需要太多啦，可能講緊三至四日淋一次水，然之後其實擺喺啲通風啊有陽光嘅位置都已經 OK， 或者有 even 我屋企冇好大嘅太陽喎，我可唔可以擺喺啲窗邊啊，又或者係就咁擺 office 台頭得唔得咧？咁火星人都 OK 嘅。咁所以咧，因為價錢平啦，亦都因為佢個樣子都好得意啦，好受好多 OL 歡迎啊，又或者甚至小朋友都會覺得好中意。咁所以咧，其實呢個係叫做比較熱門嘅一個入門嘅 item， 即係可以叫做我好想體驗一下種塊根嘅樂趣喎，或者我啱啱開始種，我種咩都死嘅喎，我可唔可以種一啲容易啲種嘅嘢？去刷下個成功感或者滿足感咧，咁火星人咧就是一個好嘅選擇啦。咁至於你話我而家眼前仲有其他嘅品種咧，就例如呢個迷你海沖啦。
迷你海葱咧係我今年先至嘗試去種嘅品種嚟，因為好似我頭先之前咁樣講啦，其實即係派根植物係有好多好多唔同嘅種類或者係品種啦，可能有唔同嘅科、唔同嘅屬。咁但係咧，我自己都係外貿協會嘅會員嚟嘅，咁我都真係睇個樣。咁喺我眼中咧，我就覺得呢一個咧好似寵物小精靈入邊嘅行路草，跟住呢個同埋好似一粒葱啊。咁你見到可以望一望啦，呢個樣其實佢係一粒、兩粒、三粒咁樣黐埋一齊啦。仲會有花出嘅添，咁我就覺得啊呢棵都幾特別喎，好似好青 BB 啊，然之後佢仲要無啦啦自己會再爆多一嚿出嚟嘅，可能一嚿、兩嚿、三嚿，過多個月之後咧，佢突然生咗第四嚿啦、第五嚿出嚟，咁我覺得呢隻植物哇生命力好強啊！點解佢本身可能喺啲咁乾旱嘅地方，喺啲沙石入邊大，但係佢都仲可以咁翠綠啦，然之後可以生得咁快。繁殖能力咁高啦，咁就係吸引到我嘅地方，同埋最緊要佢都係唔係好佔地方啦，即係可能有啲女士佢純粹想擺喺台頭嗰度種嘅，又或者我擺喺鋼琴上面嘅啫，咁呢啲都係一啲好嘅選擇嚟嘅。咁佢啲花係咪即係夏天先開啊？定係一年四季都開嘅？花嘅話咧，其實通常咧，因為塊根植物咧，一般都會有分咗生長期啦，同埋休眠期嘅。咁而家我哋見到台面上面嘅植物咧，咁啱都係夏天生長。冬天就會休眠，咁一般啲植物開花咧，就會喺佢休眠完之後，春天瞓醒啦嘅時候咧，佢哋就會開花。因為其實咧，植物開花係得一個原因嘅啫，就係繁殖，即係佢哋希望繁衍下一代先至會開花嘅。咁開咗花之後咧，就靠啲昆蟲嚟幫佢傳播一啲花粉咁嘅樣。咁迷你海葱都唔例外啦。咁佢哋一般都會係喺春天啦，又或者夏天開花。咁你話會唔會一年四季都開花咧？好少植物會一年四季都開花嘅。咁佢就大概一年開兩次左右啦，即係我自己嘅觀察嚟講。咁呢個咧，你見到呢度就係佢嘅花生慢慢生出嚟啦。呢一邊咧啱啱謝，而呢一度咧就啱啱開，準備開啦。咁佢會開啲白色嘅花仔出嚟嘅。咁你見到佢 size 咁細咧，其實佢對花個 size 都係好細嘅啫。咁但係咧都會有一啲小型嘅昆蟲咧，會幫到佢哋去傳播個花粉咁樣嘅。所以你話植物咧，一般都會開花嘅。咁咁啱呢一棵咧，就而家係開緊花啦。好，接住呢個咧就叫做一葉龜，俗稱叫一葉龜啦。咁呢一棵咧其實叫做大葉山烏龜啦。咁其實佢你見到佢嘅特色就係佢塊葉好大。咁但係你話而家嚟講咧，佢算唔算係佢最大嘅時候咧？唔係嘅。我哋可能之前種到啲係講緊塊葉大大下，慢慢大到咁大，甚至再大啲都有，大到好似喂我棵植物好似嗰條框已經撐唔住嗰塊葉咯喎，係咪由得佢繼續生啊？咁都係有都係繼續生嘅。如果佢自己覺得誒呢塊葉我哋支撐唔到啦，其實植物自己都會枯咗嘅塊葉，所以就唔使太擔心。咁呢棵特色其實都係就係塊葉好大，啲人覺得好特別喎，即係擺喺屋企無啦啦又破棵植物塊葉仲大過佢自己個身本身嘅咁樣。咁呢個都係點解佢最近都會比較流行嘅原因咯。佢個樣子有啲似番薯喎，係有啲似番薯。其實講得好啱嘅，點解即你其實番薯咧都係塊根植物嘅一種。塊根植物嘅定義咧就係講緊哦，我唔係攞葉嚟到儲水嘅，我係攞個身有個球狀嘅根莖嚟到幫我去儲水嘅。咁其實番薯都係另一種塊根植物。你見到番薯係有一嚿嘢啦，然之後生啲可能番薯苗或者葉出嚟啦，咁其實佢就係類似塊根植物咁樣啦，攞個番薯個本身嚟去儲水，然之後再生啲葉出嚟。咁你話另一種我哋聽過好似好熟悉，但係又冇種過嘅塊根植物係咩咧？就係何首烏啦，即係呢兩隻都會係一啲即係都係一啲我哋好常見，但係好似好近，但係又原來佢係塊根植物嚟㗎。原來我哋好耐之前都已經有接觸過，咁呢兩種就係比較常見嘅品種咯。咁呢嚿係好似番薯。頭先我聽你講話，佢哋除咗樣似，味道都似，令到啲貓貓啊或者狗都會吸引到喎，係咪啊？係啊，冇錯。其實有一個品種咧叫做南非龜甲龍啦。咁南非龜甲龍咧，其實喺南非嘅當地咧，即係有啲人會當係主要嘅食糧嘅。咁對佢哋嚟講嘅話，咁係食糧啦；對我哋嚟講就係一種觀賞性嘅植物啦。咁我屋企咧有四隻貓嘅，我啲貓咧其實通常呢啲植物咧，佢哋都唔會特登走去搞，除非你話好似龜甲龍咁樣，佢有條藤啦，即係有條藤咁樣擺下俾風吹下，啲貓就覺得啊好似有嘢玩喎。首先就係咁樣啦，第二就係可能龜甲龍本身係食得，咁佢就聞到啲可能我哋聞唔到嘅味，好似番薯咁嘅味咧，
咁我啲貓係成日都會成棵咁樣擔走咗，直接跑走咗。咁佢寵物會唔會有危險嘅咧？即係有啲可能有啲室內嘅植物係即係養寵物唔能夠種嘅。其實有嘅，咁一般大戟科啦，又或者係夾竹桃科嘅植物咧，佢嘅汁液啦，即係佢樹汁，例如可能我整斷咗塊樹葉，又或者整斷咗隻手之後，佢流出嚟嘅樹汁咧，其實係叫做有毒嘅。咁但係嗰種有毒，當然你咪哦，咪成棵咬落去會唔會中毒死咧？唔會嘅。咁但係若然你話可能啲樹汁留咗喺手上面，停留咗一陣，我話我冇即時抹走喎，冇即時洗手嘅喎，咁有咩危險咧？會痕癢啦咁樣。咁當然你話對人嘅話咧，就會係痕啦。但如果你話植物又唔係動物嘅話，可能有時佢真係一啖咬咗落去嘅話，咁都會令人好擔心嘅。咁所以我都 suggest 翻，如果喺室內種快根植物嘅朋友仔啦，若然可能係有啲有毒性嘅植物的話咧，咁我建議擺翻喺高啲嘅地方，又或者真係可能我有啲客養貓嘅話，真係會有啲格仔網圍住佢自己種植嘅地方，咁樣會相對安全啲咯。植物冇事之餘，又唔需要擔心動物誤食咗咁樣，所以係啦，咁其實咧，即係快根植物嘅品種咧，就真係好千變萬化啦，亦都好千奇百趣嘅。到今日啦，即係可能我自己種咗唔係好耐啦，好多師兄師姐可能種得耐過我好多。咁我自己種咗兩年左右啦，咁但係到今日咧，我都仲係會收納好多唔同嘅新品種，可能係我根本完全未見過，又或者根本完全唔識種嘅。咁但係萬變不離其宗啦，其實嚟嚟去去都係幾個元素啦，可能講緊流通嘅空氣啦。水啦，同埋陽光，咁其實主要都係呢三個因素。只不過唔同嘅植物咧，可能佢就會有唔同嘅比例，可能呢棵要曬得多啲，嗰棵要淋多啲水，而呢一棵咧要超級通風先至種到嘅。咁最主要都係要你將屋企嘅環境去調節咗，有一個適合種快根嘅環境嘅話咧，咁自然咧就可以好健康咁樣生長噶啦。咁佢要通風同埋疏水，咁佢用嚟種植嘅即係介質應該都會好特別啦，係咪啊？佢種植嘅介質咧，就同我哋平時可能喺花墟啦，又或者平時我哋喺屋企種嘅一啲水種植物啊，咩黃金果啊，又或者啲觀葉植物咧，就有啲唔同啦。咁其實今日咧，我都準備咗少少介質嘅。咁你話會唔會每一種詳細講咧，都可以略略講下嘅。咁但係咧，主要嚟講咧，你見到咧，同平時種嘅泥土咧，就有少少唔同啦。呢啲咧，我哋 even 都唔會叫佢做泥嘅，因為呢啲咧叫做火粒土。咁其實咧，亦都可以我哋叫介質啦。你見到咧，佢有好多種唔同嘅石組成。咁呢啲石咧，其實分別咗就係陶粒啦。陶粒咧就係講緊一啲比較疏水，我哋一般會擺喺盆底嗰度嚟到去幫佢，即係淋完水之後唔好累積太多水堆喺個盆嗰度噏爛棵嘢喎。咁所以咧，墊底通常我哋就會擺咗陶粒啦。然之後會有赤玉土啦，一啲比較補水而且有營養嘅介質啦。又或者你話可能有啲係紅火山石啊，或者係綠廢石呢啲，佢係可以用嚟吸附，即係吸收翻一啲多餘咗嘅肥，等棵植物唔好中肥害啊咁樣。咁好多種石加埋之後咧，就係我哋而家見到嘅一啲介質。咁每種植物咧需要嘅介質都唔同嘅。咁但係就視乎翻究竟我種嘅植物，究竟佢需唔需要咁多養分啦、啊？佢需唔需要發根啦、啊？又或者佢需唔需要好疏水啦、啊？因為其實。但係綜觀咗我種咗兩年嘅經驗啦，咁你話我有冇種死過咧？都必定係有嘅。咁當然個比例會少過好多以往我種過嘅所有植物啦。咁但係咧，其實最主要嘅死因通常係咩咧？就係太多水。無論係我自己淋太多水啦，亦或係我淋完水之後，啲植物啲泥實在太過積聚咗啲水喺度啦，水氣太多啦，噏死咗我棵嘢。兩樣主要都會係因為咁樣嘅。咁所以咧，我哋都會慢慢調配咗一啲適合我哋自己鋪頭環境。或者適合嗰啲植物品種嘅一啲介質出嚟，咁每個人嘅介質咧都會嘅選擇介質咧都會有少少唔同嘅，咁所以喺我哋鋪頭咧，我哋都會有好多種俾啲客人揀。可能佢話俾我哋知究竟哦，佢哋屋企嘅環境係點啊？我住將軍澳啊，好潮濕噶，咁可能我哋就用啲再疏水啲嘅介質，或者你淋水就要淋得再個疏少少啦。可能其他人係7日淋一次，咁你就要10日淋一次啦，類似咁樣咯。咁但係通常咧，你見到嗱呢、這個好似好五顏六色喎，唔係咁靚喎。我見到喂，好似呢啲咁樣，佢而家仲係花呢碌咁樣，我唔係好中意啊。我中意好一體咁樣，全部都黑色喎。咁黑色喺面呢啲又係咩嚟嘅咧？黑色喺面嗰啲咧就叫做黑火山石。咁呢啲黑火山石咧都係一啲好有礦物質嘅石頭啦。咁我哋常用嘅會有紅火山石啦，同埋黑火山石嘅。咁黑火山石咧，佢除咗有營養之外咧，就會相對比較美觀啲啦。因為你見到我哋一般都係用啲比較深色啲嘅花盆啦，
咁如是者咧，喂呢度咁雜不楞嘅色咧，好似有啲礙眼喎。咁所以我哋通常都會喺最尾最尾嘅時候咧，將啲黑色嘅石擺埋喺上面。咁擺黑色嘅石喺上面咧，都有一定嘅好處嘅，因為喺淋完水之後咧，你會明顯見到佢由深灰變咗做黑色。咁好容易咧，佢就會提醒到你啊，好似又差唔多乾咯喎，係時候要再淋水咯喎。咁所以我覺得佢都會有佢嘅好處嘅。咁我哋今日係咪會睇到你示範點樣上盤？有冇啲咩技巧嘅？其實咧，就上盤咧就唔係話太複雜嘅。咁不過今日咧，我都準備咗棵小植物啦，叫做惠比衰大克啦。咁呢個惠比衰大克咧，佢一個比較受新手歡迎嘅品種嚟嘅。你見到佢好似好多刺咁樣啦，但係佢啲刺咧其實係唔吉手嘅。咁但係咧，佢嘅造型咧就會好得意啦。你見到嗱呢一刻我未淋水啦，如果淋完水之後咧，喺佢吸咗水之後咧，佢會再肥嘟嘟啲嘅。咁但係咧，你見到佢都係哇，好似好一個圓一個錐體咁樣，好得意喎，好肥喎。咁所以咧，佢係比較受女士啦，又或者啲新手歡迎嘅，因為比較容易打理。咁平時一般咧，我哋上盆之前咧，我哋會做啲咩工序咧？咁首先咧，我哋會浸一啲殺菌嘅消毒，類似唔係藥水嘅，類似殺菌嘅東西啦。浸咗大概15分鐘至30分鐘之後咧，晾乾咗先，自然風乾咗之後咧，咁做埋除蟲嘅步驟，可能噴殺蟲水啊，一啲溫和啲嘅殺蟲水啊。咁到佢完全風乾，好似而家咁樣之後咧，我哋就可以考慮去上盆啦。咁一般咧，我哋去揀一啲盆嘅時候咧，我哋會揀一啲比較透氣嘅盆啦。咁透氣嘅盆咧，可能講緊係一啲冇上釉嘅陶瓷啊，又或者係一啲普通即係平時我哋自己接觸到嘅花盆，紫砂盆又好，咩盆都好，咁都會有人用嘅。咁但係你話喂唔係喎，我真係得膠盆喎，咁其實都唔使太擔心嘅。最緊要係個盆底要有窿啦，即係 in case 我淋完水之後咧，佢要可以流翻啲水出嚟咧，咁就為之 very good 啦。咁咧一般我哋上盆嘅時候咧。其實需要的工具是不是很多呢？又不是很多的，我覺得封劍遊人，如果你說我是很仔細的，我希望每一樣東西都是很盡善盡美的，其實坊間有很多不同的工具來去幫你去做上盤，又或者做一些護理的工作的。那我自己個人比較粗枝大葉，又或者是店頭可能會多一些架撐，在這裡會相對少一些。那我今天很簡單地來上一上盤給大家看。那但是呢，你見到我們平時一般在店頭就會先放了剛才講過的一粒粒陶粒在底下，這些陶粒就是放在個盆的底下裡面，它可以做到疏水的功用的，即如果我淋完水之後，它不會長期都有些石是吸住了很多很多水在裡面，所以一般呢我們就會將這些放在底下，但今天的話呢，我就暫且都沒有特別帶陶粒過來這裡了。但通常呢我會怎樣呢？通常呢在我鏟了殼石之後呢，我會度一度它的位置，究竟我想上得有多深呢，又或者一般的審美觀又是怎樣上盤才為之漂亮呢？咁一般咧，我哋都會將個植物置中嘅，擺喺正中間，周圍咧就留翻啲空間俾我哋去淋水啦，又或者俾佢去生長。因為其實個花盆咧都會好限制，即係佢會局限咗一個植物嘅生長嘅。咁係壞事咧？如果一般植物嚟講，可能係壞事，因為正常嘅植物你想佢繁衍得越多越好。咁但係如果快根植物嘅話咧，其實我哋有少少中想控制佢嘅形態。控制的形態咧，講緊就我哋希望佢係會越嚟越肥啦，又或者係越嚟越脹卜卜嘅。咁於是咧，盆唔需要太大嘅，可能喺現階段佢呢個 size 嘅話，這個盆已經好足夠俾佢生長啦。可能呢啲泥又或者呢個盆已經足夠佢未來兩年提供到養分，又或者提供到足夠嘅空間俾佢大，而且佢個形狀咧都會控制到大概好似而家咁樣嘅。咁咧，其實你只要棵植物唔係太大棵嘅話咧，一個人咧都係搞得掂嘅。咁通常咧，我會慢慢倒咗第一殼泥落去先啦。咁點解要咁樣斜斜地呢？除咗方便自己之外咧，就係、避免啲沙石養得太犀利啊！即係佢始終都會有啲微塵啊，會有啲粉咁嘅樣。咁如果你話我、有時我真係好粗暴啊，好高倒啲沙落去，咁最後都係自己辛苦嘅啫。咁如是者，好啦，我都差唔多準備好，喂，好似去到咁上下咯喎。咁我就可以 hold 定呢棵植物喺度啦。我希望它大概在這個位置那麼多，那就真的慢慢地去倒一些泥下去了。那有時揀個闊一點的盆呢，其實都是不要辛苦自己的，因為我們自己都會有時想為了美觀想揀一些漂亮一點的盆的時候呢，我們就真的會揀一些很貼邊的盆，但是呢有時上盆去到最尾的時候呢，就真的要逐粒石來揀進去，即係等佢唔好 kick 到個棵植物啊，又或者攝得到入嗰條罅嗰度啊咁樣。
咁但係你話上盤係咪好複雜咧？唔係好複雜嘅，只不過係要啲心機，要啲時間咯。好。但係就先聽你講話，即係呢啲盤其實都會有佢嘅潮流啊，有一啲即係陶瓷啊，或者有啲係 designer 嘅設計咁樣。嗯。係啊，其實坦白講，化根植物呢個潮流咧，都係源起於一個日本嘅潮牌啦。咁嗰個潮牌嘅主理人咧，佢嘅哥哥咧係一個植物學家嚟嘅。咁於是乎咧，咁就氹咗個細佬一齊種化根植物啦。咁然之後咧，細佬就將呢個化根植物嘅文化咧就推廣咗啦。咁首先咧喺日本嗰度嚟到流行先嘅，然之後咧慢慢就傳咗去可能香港啦、台灣啦、內地啦，就慢慢越嚟越多人種。咁但係咧，佢都唔係佢植物，佢哋就冇賣嘅。咁但係咧，佢哋就發展咗出嚟，就係好多關於植物嘅周邊產品，例如可能啲花盆啦，又或者你話可能一啲園藝嘅工具啊，好似我而家手揸住嘅鏟，即係呢一個當然唔係咩潮牌啦。咁但係佢哋就會再即係可能再推出咗好多唔同嘅 product 啊咁樣樣。咁慢慢慢慢開始，其實種化根植物嘅大部分都係男士嚟嘅，咁好多人咧其實都係啲打扮比較入時嘅男士啦，咁佢哋都係留意到，好似最近呢個品牌都真係發展咗好多關於園藝嘅嘢喎，其實呢啲植物係啲咩嚟嘅咧？咁久而久之咧，咁就變咗可能有啲藝人啊、明星啊都會開始嚟到去種一啲化根植物，咁就變咗我哋而家成日見到化根植物嘅潮流啊，你可以喺其他商場都見到好多唔同嘅 pop 啊，或者係有啲展覽啊等等咁樣啦。好，咁呢個時候咧，棵植物咧，其實你見到我而家仲有少少位置啦，即係已經倒咗好多介質落去啦。咁但係好似仲有啲位喺度喎，同埋好似唔係咁靚喎，咁多。咁咧呢個時候咧，黑火山石就係咁樣用啦。咁當然你話而家慢慢即係已經有好多唔同種類嘅鋪面嘅石啦，唔淨止黑火山石。咁但黑火山石咧就會係相對一種比較 common 啦，同埋都容易啲買到啦，又亦都係容易啲管理嘅一種鋪面石嚟嘅。咁一般最後咧，我哋就會喺個面嗰度擺翻一啲鋪面石上去。咁當然佢有佢嘅營養啦。咁但係咧，其實好主要嚟講咧，都係美觀嘅啫。咁就因為一致翻曬成個所有植物嘅外觀啊，咁嘅樣。咁如果你講話佢哋有營養，咁係咪唔需要再額外落肥㗎啦？其實都會落肥嘅，咁但係我哋自己鋪頭嘅植物咧，我哋一般都好少落肥，因為每年落肥嘅機會咧都係得三月、六月、九月呢幾個月份嘅啫。咁我哋一般都會將呢啲落肥片段啦，留翻俾嗰位客主人啦。咁但係咧，落完肥之後咧，對有冇幫助咧？有幫助嘅。咁如果你話呢啲化根植物嘅，我一般會落咩肥呢？其實分咗液體嘅肥。同埋分咗啲緩解肥，緩解肥嘅話就係一粒粒圓形好細嘅波波，擺幾粒喺上面咧，其實已經足夠佢用幾個月噶啦。咁所以咧，我哋一般都係喺某幾個月份，我哋先隔幾月先會落一次肥嘅。咁但係我哋自己就比較少用啲肥啦。咁如果你話太多肥嘅話，對棵植物都唔係好事嚟嘅。咁所以取決翻係你嘅種植環境啦，又或者係本身啲泥嘅營養夠唔夠啦，嚟到決定去落幾多肥，又或者落與唔落嘅。好，咁。這個就是剛剛上完盆的大黑了，當然平時我們可能會再抹下個盆邊，又或者是可能幫它加上個標籤告訴大家究竟它是什麼植物的種類。但是呢就緊記，如果我們上完盆之後，因為每一次上盆都會對植物的根系可能有一定的傷害的，它可能在表面上面或者在根上都有些小傷口，我們一般都會提示客人上完盆之後忍一忍手，過一個星期才淋水。咁淋完水之後咧，然後擺翻喺通風嘅地方嗰度等佢慢慢再風乾，再乾曬嘅時候咧，你就可以再淋水噶啦。咁最後咧，頭先我就講過啦，你話喂黑火山石除咗美觀之外，其實都可以提示到我哋幾時淋水嘅喎。咁我而家咧都會有啲植物係可以即刻淋水俾大家睇嘅，咁我就試一試究竟淋完水之後，其實個顏色係咪有啲分別咧？係咪有啲嘢可以提示翻我哋究竟幾時應該去淋水呢？一般我哋都用呢啲普通嘅尖嘴壺，咁呢啲尖嘴壺咧好平嘅啫，其實都好容易買得到啦。圍住嗰邊邊咁樣去淋水嘅啫，圍完一個圈再一個圈，咁一般咧就會淋到淋透曬為止。咁你都可以見到咧，其實喺淋完水之後咧，
兩者咧個面石嘅顏色咧係會有啲分別嘅。咁當然平時我會成棵淋到透曬喺個底度流翻水出嚟先至完啦。咁如果你今日作為示範嘅話咧，咁我就淨係淋濕個面石嚟到睇下啦。咁當然呢啲植物係比較粗生嘅，你都唔需要太擔心。喂，我唔可以整濕呢棵嘢會唔會咧？唔會嘅，其實成棵都可以淋，仲可以順帶沖走埋佢表面嘅細菌啦，又或者啲蟲卵啊之類咁樣。咁所以咧，其實只要你願意去花時間觀察一下棵植物嘅話咧，其實你都好容易發現到究竟佢應該幾耐淋一次水啦，應該點樣照顧啦，又或者係哦幾時先至係我落肥嘅日子啊，慢慢會發現到嘅。好，今日好多謝秀文同我哋介紹咁多塊根植物啦，希望第時再有機會再邀請你上嚟。嗯，多謝曬你，多謝曬，拜拜，拜拜。